在小花绑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绑上这个主体了。大花呢是在最中间的位置，绑的时候将花枝折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对比一下大花的位置之后呢，再确定绑的长度。花都绑完之后呢，将尾部的铜丝用剪刀斜着的方向修剪一下，然后用线将剩下的铜丝全部缠紧，最后把铜丝弯过来弯成一个圈，然后再用线缠紧剩下的部分。剩下的铜丝全部用线缠紧之后呢，在尾部打结三次进行固定。剪掉线头之后呢，用打火机烧一下就可以了。结尾之后呢，不要忘记给叶子和花朵都调整一下造型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